没想到你爸的疑心那么大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要不要吃米线？还没吃饱。刚才一直应付他们，我都没有怎么吃。你呢？你呢？你不敢吃，我更不敢吃啊。那我们去吃米线吧。师傅，劳驾，老店位。面来了，先把这个放进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鹌鹑蛋。然后呢，把这些的菜按顺序全都放进去。对，这样子吗？吃的话，这是 LDW 老店味。哎呀，聪明呀！来了我们云南以后，吃了正宗的过桥米线，你的智商明显高过你的海拔。海拔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待会儿给你解释。走吧。我家旁边有个大湖。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天鹅。天鹅啊？嗯，喜欢的话可以去喂。那你喜欢昆明吗？是啊，我喜欢各教。以后啊，你带我去你生活过的地方，我要把我们错过的时光通通补回来。哼，这个太容易了。等我把气消了，我就带你去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指纹戒指。指纹戒指啊？对。那这个就是把我们的指纹印在上面吗？啊。那这个今天可以拿吗？哦，这个是全手工刻制的，一天来不及的。你们俩是来旅游的？嗯。大叔啊，哎，如果我给你一个地址，你可以快递寄给我吗？不付邮费。行啊，好多情侣啊都专门到我这个店里来，他们要拿它做订婚戒指。来来来来，你们在这儿啊，把你们的指纹按一下。啊，好。哎，好好，给你吧。
钱还是要命啊？啊！大家看！啊！你敢踢我？你敢踢我？你别跑！小秋，小秋，小秋！啊，相机，没事吧？你怎么拿回来的？我就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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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冻得给了他一脚，哗，他就躺地上，我抓着相机就跑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踢他一脚，他就倒了？哎，你怀疑我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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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指你是一个女英雄。这也差不多。但说真的，以后再不要做这种傻事。哎，王立川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傻事啊？你太过分了。哎哎，小秋小秋，对不起嘛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有危险。再说，这相机总不会比你的命值钱吧？你以为我很在乎这个相机啊？我在乎的是里面的合影。反正以后谁要再敢偷我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见一个还是要揍一个的。那如果没有合影呢？没有合影，反正是你的相机，要偷就偷呗。再说你又不是丢不起，而且我的命也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说你不明白，你又挺明白的。我只是希望以后老天爷要保佑我，不然的话也会挨你一脚。谁说的？平常我一直都是很温柔的，偶尔凶了一次被你看到了。不过下次我会注意了，下次我会留在这里保护你，好不好？这样还差不多。啊啊！